就在医疗的灯西什么剧啊哎经理啊放心我都想往后面昨天不是你特约啦来经理啊我问你卡都问你卡到鬼啦你这家人你告诉我你对不对我问你你在冲啥啦你在冲啥我被当哥哥啊当你哥哥我跟你说现在哥啊关键的同学都照料你吧跟他村里跟我而已你不要生没有啊，我当个都未去甲老师买个说。谁老爸跟我说的啊？你是歹囡仔。谁老爸歹囡仔？都叫你洪老师讲啊。哎，我洪老师讲的歹囡仔，来，我跟你讲，遐囡仔拢安尼看我无，拢大家拢敢跟我说，敢那像你跟我尔，你即马跟我说，咱来生骑马打仗，我做甲你徛迄个，你做咩好徛？咕噜。你自作恶的呢？你坐到安尼，我咪甲你撞来，坐到奇怪。我做咩好你徛？我都会奇怪吗？都会奇怪。你都叫我林星公，叫我林星公，我都会奇怪。我都会奇怪是头毛吗？还是外面？都是奇怪。我还告诉你啊，你今天玩那些糟心的人，对不对？我们世俗，我还狠狠跟你砍价。你告诉我，妹啊！你告诉我，你哪只想告诉我砍价？我砍你啪！你说，你说。你想要红的啊？你当作你美式足球员呢？哎呀，啊！我今日话，你规身躯的马苏遐尼大块，夭寿！我惊我漏电，咱下再当作先自己的。喂，你什么人啊？莫在莫去做好好代志。我什么人你唔捌我？你是阿妈？你恐怕是我哥哥啦！你当作你好好的风云人物就对啊啦，大家都爱把你就对啊。我跟你说，妹妹我敢打，是因为她才打我，所以我生气我敢打。拜托的，你干嘛要跟医生哦，妹妹啊？嗯，他叫你跟医生安怎？生什么打算嘛？叫我做咩回去啊？哦，你就好一个嘞，你无想看卖啊？你是个这大人，我们这样子细汉的，你会做咩回你去啊？真正做细汉。你到底有死因啊？哎，你拄才讲我人身攻，你怎么把人身攻掉？是高水啊！对不对？你袂当看咧，你是学了我摆啊！来，这个弟兄啊，你是正好大胆哦啊！你唔知影，本少爷是不是新婚？什么新婚啊？来到这要做公亲啦！哈，你敢知影？我是高高在上的少爷，敢知我老爸咧创啥？咧创啊！我老爸咧做官。哦，你老爸咧做官，我阿爹嘛咧做官啊！啊，不，你老爸咧做啥？我阿爹咧做将官。将完嘞，我嘞爸完过完嘞哈，迄官囝尔，来靠阮老爸要哪比啊哈？啊，无你阿爸咧创啥？阮老爸咧做砍神呢。哎呦，你笑破人的面啦！做咧砍神，敢发这大声？你老爸做砍神，安尼你是伊的囝，安尼我叫你砍神的囝，砍神的囝，砍神的囝。弟兄，你到底做啥嘞？哎！弟兄，你怕是有小羊，我们赶快出宫。今天先考铁匠功。